周书就是你周书，啊，你的周书的书信就是一对，一个就是大族，大族啦哈，你的书信是大族，就是愿众生同乐。所以今仔日咱一贯道的弟子得到了后，较早做爱食鱼食肉，主动伊就改过去，这就是应着咱你的周书的这个书信的这个因缘，所以因处也是主事。啊，这底也是尼泊尔，也是在心里啊。底尼泊尔就是在心里啊。啊，所以咱现在现在，那是一般人的店面，一般人的迄个也是商品，你看拢是在心里啊。你如果那不是假主意，我就派换当钱，要不就用这个什么拉回哈，吉祥的物件，伊就是呐，这标志拢伊就是在心里啊。那么到现在呢，天主普渡这个经文也是真正是现代，这个时代叫做什么时代？叫做近时的世界。